还好，你赖皮也赖不来，我带来了，念给你听吧。拜月西厢下，迎风户半开，隔墙花影动，疑似玉人来。不要多念呐、啊，怎么了？让红娘知道不好意思呢。哎呀，小姐，我红娘乃是你的贴身丫头，你什么事情都瞒住我，怎么可以呢？其实啊，小姐自己的终身大事不受老夫人的摆布，自己选择对象，我红娘替你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取笑你呢？对呀、啊，真是。小姐，今天晚上我已经把秦红打发走了，请你到我书房，我们俩共同商量个良策。对，一个是才子，一个是才女，两个人到了书房，一定可以商量一个好的办法。小姐快点回来。红娘、哎、你不跟我一道去？哎呦，我食葱的哦，不过做叮当打咩，我好惊哦。人家王妙玲都不惊，你惊咩嘢？回来回来回来啊，你睇你看看清啊，去啦，唔怕嘅。哎呦，我没有经验哦。你放心，黄妙玲有很多经验，她可以教你，唔使惊嘅。我可以教你，走吧。红娘，哎，你在这儿看着，不要让他们进去偷看。得啦，我知道噶啦，我帮你睇水啦哈。多谢红娘姐啦。那你们大家都看到了哈，这件事情啊全是我一手促成的，是吗？你都知道的哈。改日啊，各位朋友如果有遇到同样的情形，尽管来找我好了，包你成功的。哎，老实说啊，这个西厢记要是没有我红娘，也不能成为西厢记啦。就嚟光噶啦！哎呀，我哋小姐仲未出嚟，小姐，小姐啊，仲未得嘅咩？哎呀，死啦死啦！小姐，快啲出嚟！红娘，你那么早来这边干嘛？我在这边做早操啊，早起身体好啊。你做早操怎么会来到我们书房门口呢？我高兴在哪就在哪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八婆的，奇怪，昨晚相公又叫我出去睡，今天那么早红娘又在我们书房门口，书房门口又关着、一定有问题。哎你在哪里？关你什么事吧，你都不理我了。当然关我的事了，我中意在那里啊，不行的，关你什么事啊。教未啊？有啲嘢唔睇得噶喎，细路哥唔得噶。细有谁人头啊？哎，红娘，一定是你拉的皮条。什么拉皮条？说的那么难听。不是吗？这个是替你们相公治病，要是没有我啊，你们相公病会那么快好啊？哎呦，这个玩意儿会治病的？哎，那红娘我也病喽。去你的！小姐，快点出来呀、啊！小姐，来嘛！小姐，晚回去会被老夫人知道的。激动我奶奶死了，白天。小姐，别忘了改天再来温习功课啊！相公，我已把女孩子最宝贵的东西给了你，你不要辜负于我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辜负于你的。小姐，你放心好了，张相公不是这种人的。快点走了，走了，刚快就走的啦。系啦，唔走噶啦，快啲啦。得啦得啦，走啦。哎，相公，奇怪，你怎么喜欢这种女人呢？这种女人才够味道，你懂什么？哎，如果你喜欢这种女人，我带你去巴杜拉干马蒂那边找一个更好的。哎，这几日看到莺莺孩儿腰肢体态都与往日不同，
而且茶饭不思，真叫人放心不下。哎，听欢郎孩儿说，红娘常常带他去后花园，到天亮才回来。真敢无迄讲做爱就见唔得讲嘅事情，很爱对面对着厝爱欺负嘅老家伙。待我叫红娘来问问。红娘，哎，红娘啊！老夫人换红娘以后是，哎呀，老夫人偷掉了。偷掉了就拿上来，跟她套上去。套不上去哦。套不上去就丢掉。红娘，是你做的好事啊。哎，我红娘自幼无欺心，从来就没有做过坏事。大胆，你跟我跪下。啊，好端端的干嘛要跪哦？叫你跪你就跪。跪呀、啊、跪呀、啊、跪下本郎马。跪不是跪咯。红娘，老夫人常常叫你陪小姐去争秀，你反而不陪她胡行乱走啊。没有啊，我们没有胡行乱走啊，我们到后花园去而已。到后花园去干什么？到后花园去烧香啊，保佑老夫人福寿无疆，身体健康，打麻将赢，买外资票赢咯。哎呀，烧香烧到三更半夜还回来啊？没有烧到三更半夜，烧到天亮。啊，没啊，某文某文，欢郎孩儿明明都看见了，你们天亮才回来。当然是小孩子哦，你不能听他乱讲哦，听我红娘啦，某丑的啦，某矮那个啦。还说没有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真的没有。这几天看你们的行动嘛，跟小姐鬼鬼祟祟的，到底做了什么事？赶快跟我说。我知道了，刚才你哋讲咗啦，系嘛？冇啊，佢哋冇。你说不说？冇点嘅，我点样讲哦？你不说我就啊！哎呀，人家说国盲牙光冇打你都叫啊，还是杀猪啊，用不用啊？没有打，要先打预告了，打下去就来不及了。打下去来不及，我打你，哎、打死你、哎，死丫头！不打你，不打你才怪呢。老夫人，你别打了。别打，你跟不跟我说？你打了我的腿，红一块紫一块的，不可以穿 hot pan 了。不可以穿 hot pan， 我管你什么鬼 pan， 我要打到你七彩八彩的。老夫人，你别打了，我说了。哼，谅你也不敢不说。哼。说。夜深深听了真秀和小姐先谈心，谈什么心啊？听说哥哥病酒，我俩背了夫人到西厢问候。大胆，没有什么事情问候什么？哎呀，他说夫人恩当仇，叫我惜别人忧、啊、他把门儿关了。哎呀，又没毛塞哦，我只好走。哎呦，你把老马真开到俺爱死哦。他们情意两相投，夫人你能罢休？罢什么？便罢休，又何必苦追究？你干嘛跪呀？烫一记怎么倒？一不改，言而无信，把婚姻来。哎呀，到底多么该！再不该，女大不嫁，把青春埋。用没敢的。三不该。跪下！三
不甘愿不曾翻落这张秀才啊，如今是迷成凡难更改，不如成其好事，一切都遮盖。哎呦天哪天哪，哎呦红娘，你是在害死我了，我们相夫之家怎么可以做出这种出丑的事啊。哎呀，你要不老马今天喝到哎呀很差嘛，哎呀妹子抛光送命，搞毛相关连金珠都毛一条啊。哼，红娘是带我去告告谁呀、啊、告那个郭魔城。那个郭魔城是底盖狼那个畜生。哦，这个事情啊不能怪张相公的哦。不怪他怪谁呀、啊、怪小贱人呐、啊、这也不能怪小姐的哦。那么怪你这个死丫头红娘了。哎呀，更不能怪我红娘哦。那么怪来怪去怪谁呀、啊、怪只能怪老夫人哦。啊，那你这个死丫头竟敢怪到老夫人的身上来啊。啊、如果老夫人告到官府，您自己就有先三个不是、啊、我有三个不是。对，你倒说说那个第一。第一，老夫人当日面对300僧众许下婚事，如今许了又赖，如果老夫人告到官府，您就先有个言而无信之罪。啊，那第二呢？这第二，老夫人既然退了婚姻，就不该把张生继续留在西乡，让这对孤男寡女干柴烈火得随其便。老夫人如果告到官府，您就先有个治家不严之罪。那第三呢？这第三呢，如果老夫人告到官府，官府问起这犯事之人是谁家的女儿，老夫人你该如何回答呢？您一说岂不入没了老相国的家声吗？啊，那难道就这么样的罢了不成吗？老夫人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是罢也由不得你，是不罢也由不得你呀、啊！啊，你用功就用别好，天大公今天冒眼哦，那依你之见呢？老夫人，我总怪还多哦。黑身呐、啊！好了，哎呦，好痛！老夫人，嗯。依我之见嘛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情形，是民已成范，是木已成舟，我看倒不如把小姐就许配给张生，这不就完了吗？哎呀红娘，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啊。哎，把我叫那个小贱人出来。叫小姐啊？叫她出来啊。小姐，不是一个半表面哦。来了。亲会骂的。我知道你让人家给告跳了咯。母亲。掉了就装上去吧，红娘。哎，叫那个畜生来。哪个畜生啊？那个张生。哦，张相公。张相公，红娘叫我。谁啊？不是我叫你，是老夫人叫你啊。喊不能穿西布了，送乜穿西布了。咁点算啊？过去讲啦。好鬼恶噶喎。笑啦笑啦，快啲！对姐点笑得出啦？快啲，好鬼恶噶！
小生张金瑞叩见老夫人。哈，张生你好大的胆啊，你是个饱学之才，竟做出这种这么丢脸的事情啊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姑念你是初犯免了。对，还好是初犯，如果要是再犯呢，我们老夫人就要抱孙子喽。你这个死丫头。哎，我们相府之家从来不招白玉女婿，你明日与我上京赶考，若得官这我儿许配给你，若不得官你就休想回来见我母女。没问题，我是百发百中，多谢老夫人。怎么还老夫人，还不赶快改口。对，多谢岳母大人。哎呀，母子感谢俺那个满心欢的缘故。红娘，哎，吩咐下去，明天在那个林记八姑爹跟我摆150桌的酒席。150桌，哎，是。顺便跟我叫一辆25cc 的 Mercedes。是。送张相公明天到苏邦 Airport。是。儿啊。是。乖，你随为娘回房去吧。冲凉去吧。小姐，洗干净点啊，今天没有洗过。啊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我在里头做工啊。这一次多谢红娘姐了。不要多谢啦，你怎么样感激我呢？感激你啊，简单啦，还连我多多照实可以啊，一齐嚟做埋第二啦。没有人啦你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的演出就到此为止，谢谢您的光临，敬祝各位晚安，再见。我爱李新宽，你爱李新宽，李新剧团人人爱，人人爱，你来他来大家来，李新剧团拥有好人才，红绿很多节目好精彩，为了理想演出努力不怠，到处活得满堂彩。我爱李新宽，你爱李新团，李新剧团人人爱，人人爱，感谢你们捧场。